一些部落夏天必吃，而且对身体非常好的养生面包，纤维又非常的高，所以对一些花艺中的小朋友，或者是你想减肥的人，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项。我知道可以吃，甚至我都拿来放在我的头当枕头，宇宙法国蓝带的厨师所料理出来的这个食品，可以沾沾看一下吃什么样的酱。 我喜欢吃盐味，试看看。然后花蕊把它摘了，然后去晒干之后啊，其实也有驱蚊的效果。妈咪呀！